别人磕完 CP 呀、啊，皮肤粗糙起屑屑，黄漆暗沉如死灰，上妆斑驳还接线。而我磕完 CP， 皮肤光滑不起皮，上妆服帖不卡纹。而我皮肤能在这时候脱颖而出秘密五下就是拉敏皮柱东高保湿套组，兰蔻 C 粉水和这个水灵霜，它俩合起伙来真的就是，甭管你是换季敏敏还是出门花十几药房，那都是不来怕的。要知道啊，现在刚入冬没多久，不管你是油皮、干皮、敏敏皮，都能给你干到起皮。出门那个小风一吹，哎，你脚脸立马就变成猴皮肤了。这个时候补水舒缓就是重中之重，但那一瓶水啊根本不够用，什么起皮啊、卡粉啊，照样上班。所以说这个时候搭配一个霜就很重要了，它能帮助我们更好的锁水。咱们先把脸蛋子洗干净，湿敷搞起来，就拿这个新粉水把这个化妆棉啊给它浸湿，然后敷在T 区、鼻子、两颊还有下巴就行。它这个粉水升级之后的肤感是真的舒服，超级清爽，就是比它的旧版比起来就是更加的轻盈，而且里面新添加的天然玫瑰精粹啊，让你在恶劣天气中啊也能做到高保湿、强舒缓。而且这敷完的脸蛋呢，就像是泼在水里一样润，而且瓶身还写了新配方和敏敏肌适用，就是更加的温和安心。这个时候啊，就不得不提它的搭档，哎，主打舒缓补水的水凝霜。它俩这个 CP 啊，就好像是嘴唇和舌头。缺了谁那说话都不利索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涂着就像果冻一样，一抹就化水，很快就吸收了。加上它的舒缓保湿成分啊，让干敏肌在这个秋冬啊，就是说也能就是嫩的擦出水来。涂完粉水之后啊，就涂一层水凝霜分层，哎，锁住水分，还你一整天的水润好状态。这对手霜在一起啊，就等于说是给皮肤上了一个双杠保险。特别是敏敏的宝贝啊，想跟换季和平相处的，这对 CP 一定得给我磕起来。好了，拜拜。